我还想请美方回答几个问题。据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发现，美国五个州的新冠病毒感染证据在2019年12月就已出现，美方有何回应？据报道，佛罗里达州171名新冠肺炎患者出现症状早于该州首例报告病例，且都没有中国旅行史，美方有何说法？据报道，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2019年11月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比美国报告首例确诊病例早了2个多月，美方有何解释？据报道，2019年7月席卷美国多州的电子烟肺炎大白肺的症状同新冠肺炎症状极其相似，美方能否澄清？美方一提到允许世卫组织调查德堡以及美国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就闭嘴，德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